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一起分享路加福音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有多少人嘲笑你？我们有多少次不知恩，求你原谅。谢谢你被安葬，下降阴府，去了没人去的地方，为把那些痛苦的人救出来。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有一座阴府，我们的亲人朋友，有多少人在拒绝你？求你到他们那里，领他们出来，脱离幽暗，进入光明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门。圣玛利亚慈爱的妈妈，你一直在十字架下，跟耶稣一起奉献。你把耶稣抱在怀中，你离耶稣从来都是那么近。请你把耶稣交在我们手中，放在我们心里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独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今天我们一起看的是路加福音第23章39到56节。我们先读。悬挂着的凶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，你不是墨西亚吗？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另一个凶犯应声责斥他说，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，连天主你都不怕吗？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。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。随后说，耶稣，当你来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。耶稣给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这时大约是第六时辰，遍地都昏黑了，直到第九时辰，太阳失去了光，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。耶稣大声呼喊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。说完这话便断了气。白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，遂光荣天主说，这人实在是一个异人。所有同来看着景象的群众，见了这些情形，都垂着胸膛回去了。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和那些有加利利亚随侍他的妇女们，远远地站着观看这些事。乃葬耶稣。有一个人名叫若瑟，是一个议员，又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。他原是犹太阿里马特亚城人，一向期待天主的国。他没有赞同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。他去见比拉多，要求耶稣的衣体。他把衣体卸下，用链布裹好，安葬在由岩石凿成而尚未葬过人的墓穴里。那天是预备日，安息日快到了。从加利利亚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在后边跟着观看那墓穴，并观看耶稣的遗体是怎样安葬的。他们回去就预备下香料和香膏，安息日他们依照诫命安息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现在我们来看圣路加
有关耶稣十字架的记载中最后的几件事，以及耶稣被埋葬的情形。这里有三件事值得我们深思。首先，两个犯人的故事；其次，十字架最后的事；最后是安葬耶稣。当我们看路加所记关于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凶犯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他同样采用了浓缩的方式，有很多事情没有记下来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也记了一些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的事。如果不是他写下了这些事，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知道。就像他的福音一开始他说的，他从起初详细考察了一切，然后按照次序写了下来，所以他仔细的考察过这些细节。在这里有一个细节，就是有一位凶犯悔改，相信了耶稣。马窦、马尔谷和若望说到两个犯人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只有圣路加记载有一个犯人又到归向了耶稣。而其他的福音说也说了路加所没有记的事，那就是那两个犯人在开始曾跟官长和士兵们一起嘲笑谩骂耶稣，一开始两个犯人都在侮辱耶稣，到最后路加记载有一个犯人跪向了耶稣。这的确是耶稣一生中最奇妙的一件事，在他要死的时候还在感化别人。首先我们看这两个犯人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是怎样的人。根据马窦和马尔谷用来形容他们的词，在今天可以翻译成强盗或土匪。路加用的是另外一个字，就是指凶犯、犯罪的人，是犯过大罪的人。我们现在看路加的叙述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马窦和马尔谷所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他们两个最初一起嘲笑耶稣。就目前为止，这个人和耶稣唯一的接触就是在十字架上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，或许他以前见过耶稣，听过他的讲道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。按这里的记载，似乎他们第一次与耶稣接触就是此时在十字架上。这一位悔改的强盗在十字架上看见听见了什么呢？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画面，这个人如此甘愿接受钉十字架的痛苦，义无反抗，毫无抱怨。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绵羊在剪毛的人面前不出声，他也不开口。他看到耶稣的态度与众不同，没有一个在这样的酷刑面前不喊叫的、不抱怨的，而且这位耶稣就是那么安静。这是一幅不寻常的画面。随后他听见耶稣的祈祷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同时他也听到十字架下官长们的声音，对耶稣的讥笑，
士兵们的笑声，对耶稣的嘲弄。这是当时发生的。我们看到这两个强盗，他们不同的态度，或许一开始同样侮辱耶稣，到后来他们改变了。有一个凶犯责斥另外一个，隔着耶稣，耶稣在中间，他就责备另外一个，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，连天主你都不怕吗？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所做的正配我们所受的，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。这句话显露了一个事实，就是在这个凶犯灵魂深处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。路加形容他是一个凶犯，那就是一个犯大罪的人，无法无天的人。这种人根本不会把神放在眼中，也不会敬重别人，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杀死同伴，就是一点良心都没有的，杀人不眨眼的，是属于这样的一类。可是呢，现在我们听见他既然承认有天主，你既然受着同样的刑罚，连天主你都不怕吗？他开始害怕天主，很奇怪。而且他继续说，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他开始有了良心，良心发现了，而我错了，我应该受现在所受的，正好。你看，我说在他身上发生的多大的变化，这就是回头。原来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敬畏天主，也不尊重别人，可是现在呢，他的良心发现了，开始害怕天主，敬畏天主，也尊重别人。他发现耶稣值得受尊重，而他的同伴同样，他在劝勉他，你不要这样无赖，你要做一个好人，你说的应该按照良心。你看他开始教导别人了，在十字架上还在讲道。随后我们听到他对耶稣说的，耶稣，当你来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，就像昨天上一讲中我们看到的，我们默想耶稣苦难的时候，不应该只看到耶稣是一个可怜的受苦的人，看到他的软弱那就错了，要看到他的大能，他的爱。这正是右道所看见的，他打开了眼睛。那时候他看到耶稣跟自己一样很快要去世，甚至比自己死的要快，走的要早，可是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能力，一种权柄，他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他身上充满了慈悲和爱，所以他这时候很自然的，就像我们在弥撒中所呼求的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耶稣，当你为王时，请你垂怜我，请你记得我，好不好？耶稣的回答很简单，今天你要跟我一起进入乐园。乐园是义人居住的地方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。耶稣向他许诺，因为在这时候，在他身上有一种正义，正义凛然，他有了一种正义感，尊敬天主，尊重别人。所以耶稣这时候许给他，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进入乐园。
我们想一想耶稣的心，在这时候怎么感受？他正他被他的门徒遗弃，门徒们都逃走了，司祭长、经士、长老们，犹太人的领袖在嘲笑他，老百姓唾弃了他，辱骂他。突然之间，他降到以此亮光，有一个人承认他的王权。大家正在唾弃他的时候，正在辱骂他的时候，这个人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可怜我啊！”给耶稣多大的安慰，因为他相信他的慈爱。我忘记是哪一位圣人说的：“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伤天怒的心是，但是最伤天怒心的还不是我们的罪。”是我们不相信他对我们的宽恕，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不信赖他，这个是最伤他的心的。你可以是一个罪人，你可以带着很多罪，你可以很软弱，一直站不起来，但是请你相信他的爱，他的宽恕。其实为什么呢？当你相信他的爱和宽恕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好。你就会站起来，你就会有勇气和信心改变生活，你就不会继续在原地踏步了。所以真正治愈我们的是天主的爱，而不是天主的惩罚。所以教宗方济哥在福音的喜乐中给我们讲，有时我们讲到不要过于强调天主的惩罚、地狱这一类的，我们要多宣讲天主的仁慈，他让我们改变，这是给我们动力的原因。所以讲到多强调天主的慈悲，正是为此今年是慈悲年，传教宗要向世界宣扬天主的慈悲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耶稣在显现给富天那修女的时候，特别教他让全世界人诵念耶稣我信赖你，这不正像在十字架上又到对耶稣说的吗？他对耶稣的信赖，我是个大罪人，我又怎么样，是我真的不配，可是请你纪念我，请你可怜我，这就是耶稣我信赖你的再版，对耶稣我信赖你的最好的解释，看右道吧。一辈子犯罪，就像小德兰说的，这个家伙太聪明了，一辈子犯罪作恶，偷东西，他是强盗吗？最后把天堂给偷了，在十字架上，最后一分钟偷了天堂。小德兰在开玩笑，很幽默的这样说，偷了天堂，实际上是因着对耶稣的信赖，罪恶一笔勾销，天都原谅了他。如果你们听到我今天讲的，别的你们都可以忘，都记不住，没关系，但愿你们记住这一句话，像右道一样，信赖天主的仁慈。耶稣的心充满了喜乐，他所受的苦都没了，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，他的心满足了，他打开天国的门，迎接了这个垂死的犯人。虽然他自己仍在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可是他已经进入了喜乐，多么让我们感动。接下去我们看，大约是第六时辰，遍地昏黑了，直到第九时辰，太阳失去了光，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，整整有3个小时的黑暗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3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，没有任何记载。3个小时的沉默，3个小时的黑暗，3个小时结束的时候，那是
马窦记载，耶稣大声呼喊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为什么舍弃我？”3个小时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短暂的，因为我们生命中有无数个小时，每天、每一周、每一个月、每年、每一个世纪、每一个千年这样过去了。但是从天主的观点看，在这无以计数的年月中，这黑暗而沉默的3个小时是最惊人的，是最与众不同的，那是救恩的时刻。路加接着记载，在这3个小时后，耶稣大声喊着，他喊什么？路加没有记细节，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大声呼喊。从其他的福音我们看到，耶稣说完成了，完成了。然后他说：“父啊，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。”马窦和马尔谷说得很清楚，他低下头，咽了气。圣殿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。这个事情值得我们静下来，不用再多做解释，去看着十字架。那3个小时是那么安静，我们陪着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最后听到那一声绝望的呼喊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为什么舍弃我？”其实那不是一个失败者发出的微弱痛苦的声音，而是一个胜利者的雄壮声音。完成了，接着是平静和自信的声音：“父啊，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。”他一辈子都在为了完成父的旨意，都在走向父。现在他自己来到父手中，我们说他拎着十字架跳进了死亡的深渊，倒不如更好说，他一头栽进父的怀里。当时魔鬼诱惑他的时候说：“你从圣殿顶上跳下来，天主要派天使拖着你的脚不会摔伤。”他现在真的跳下来了，跳到死亡的深渊，不见底的深谷。但是没有，父用手在托着他，父伸开的手臂在抱着他。即使看到耶稣的死，我们有信仰的人说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而是生命的改变。我们结束了尘世的这一段旅程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终止，我们继续走向父，进入父家，来到父的怀抱。这就是永生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将来的命运，像耶稣一样进入父的怀中。父啊，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。接下去我们看当时耶稣的死产生的影响。白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，对光荣天主说：“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异人。”是的，白夫长是一个外交人，是一个罗马的军官，是他执行耶稣的死刑。他就骑着马站在十字架下，看着耶稣的一举一动。这几个小时他就在这里监刑，结果他看到耶稣这样死去，马尔谷福音上说耶稣这样死去，那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，是一种胜利的死亡。我们死的时候会不会像这样，在走向父，而不是非常痛苟的挣扎，或者苟延残喘，
哦，很无奈。不，他充满了希望和信心，想回家，像一位勇士凯旋归来。他完成了一切，所以当白部长看到这一切，他这样死去，他是第一个悔改的。这真是个艺人啊！这真是个好人，别人都不像他这样。就像刚才的那个犯人说的，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正当的事。每一个跟耶稣接触的都会发现，连耶稣死的时候都会感动别人。然后是路加特有的记述。所有同来看着景象的群众，见了这些情形，都垂着胸膛回去了。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和那些有加利利亚服侍他的妇女们，远远地站着观看这些事。他们垂着胸回去了，那也是与众不同的。平常他们看死刑犯人有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是这样的反应，因为那一天他们看见了启示，听见了奇怪的声音，也看到了遍地黑暗的现象，让他们惊惧，让他们害怕，垂着胸回去，充满了伤痛。路加也说到一些他所熟识的人，远远的站着观看。这个故事结尾很优美，记载了耶稣的被埋葬。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悲痛，不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，周围的人，门徒的出卖，犹太人对他的唾弃，罗马人对他的侮辱，可是最后的故事非常美，就像美国的电影，最后是以喜剧结束的。我们还不要看耶稣的复活最后一章，就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美。美到哪里了？有一个人名叫若瑟，是一个艺人，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。他来埋葬耶稣，他把自己的坟墓让给了耶稣。是的，在关键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都不在了，都逃之夭夭。可是，平常隐藏的那些人、不出面的人，像若瑟，这时候来了。他一方面是公益会的一员，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在场，可是他没有投票赞成大家的决议，要治耶稣的死罪，他不赞成。所以说，他没有赞同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，我印象说得很清楚。若望也告诉我们，平常怕犹太人的攻击，他是一个暗地里的门徒。除了他，还有尼格德摩，另外一个门徒也来了。在这里好像路加没有说明，其他的福音说了。你看，这些门徒都出来了，他们的勇气平常没有，这时候却勇气来了，天主的恩宠。在这极端失望的时候，他们怀着爱，充满了爱，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卸下来，给耶稣洗一洗，擦一擦身上的血迹、汗水，用布包起来，多么充满爱的父母爱的行动，把坟墓打扫干净、铺置好，把耶稣的尸体安葬了。还有那些妇女们，从加利利亚跟耶稣一起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着，仔细的看着。那些失望、悲痛的妇女，心里怀着何等的爱心，他们在旁边看着，他们舍不得走，他们爱着耶稣。所以，如果说在十字架上那是痛苦的时刻，此时是安慰的时刻，是充满爱的时刻。耶稣，他的尸体
被一双双充满爱的手在抚摸着，一双双充满爱的目光在注视着。哇，耶稣，我们替你感到安慰。如果你死了，到此为止，你就成为最不幸的，包括我们这些信你的，也会成为最不幸、最可怜的人。但是我们相信你没有死，即使在这个时候把你放到坟墓里，你也没有死。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你正在拯救那些等待你很久很久的人。你向他们宣告胜利，你要把他们带进你的胜利。就像你说的，今天你们要跟我一起进入乐园。谢谢你，求你进入我们每个人心中，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跟你一起进入乐园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门。愿天主降福你们。